看不清楚吗？那拍个小鲜肉来增加一下女性粉丝好了。看铁砧的使用方式，要看它。最后的动作。在收看的是 VS Media， 没事不要外出，外出记得要戴口罩哦。大家好，又来到现场吃作系列。今天的主题：菜瓜棚菜鬼梅，瓜甜不纳履，履下不准关。首先，我们就要来挑选北美山，当然是挑越直越好。但有些北美山是弯9.5公分那一面，就还能当配对。只要两边的北美山的头不是相反的弯曲，都可以使用哦。像这只就是弯4.5公分那一面，所以我就先暂时不使用。这边大家应该都会挑选巴比亚了吧？要选差不多的巴比亚就可以来组合咯。这次还多了两个小帮手帮忙搬料。再来挑一些短的巴比亚，因为今天施作的长度比较长，今天分享的也都还是基本功哦，大家都赶快笔记吧。一般交错的巴比亚长度都要大于70公分以上，本身就已经使用多次的巴比亚也要注意是否有裂痕哦。最边缘的长度我大概都抓12到15公分。今天就示范一下，分别用两种不同的方式来加强固定接合处。不能用3寸钉的丝座，我们就头尾以及两侧加强固定，这样在拔钉子的时候不会破坏到北美山的内部，导致很快就变成废料，无法继续使用下去。所以很多老板还是会有不准直接钉3寸钉的规定哦。在打鸟时期或是没有合作过的老板，问一下会比较保险。可以用3寸钉的丝座，就2只3寸钉，也是前后各一只。如果距离超过70公分，就是情况来补足足够的3寸钉。这样你学废了吗？还记得距离是多少吗？没关系，这边就一样分享给大家看哦。通常第一根可以再进来一点，再进来一点，进来50公分都不是问题，进来50公分都不是问题。其他间隔就分85到90公分，不管是梁还是会运用到铁砧的地方，都记住这个数字就对了。就像装潢的121跟134，啊，我偏题了。可以看到我直接用铁锤量距离，因为我这根铁锤总长40公分，拿起来比两次后再往前定5公分，就差不多是铁砧要撑的位置。不要再用尺来量距离哦，当然你也可以目测，反正只要大约这样的距离就可以了。就是上面包一样的组装方式，这边也示范一次。跟下面的配件不一样的地方是它必须是并列组装的，不然就会影响整体的高低差。如果太长的话，建议中间补一根3寸钉，才不会让头尾的甲板承受不住整只巴比亚的重量，然后掉下来砸到师傅。
就是拿来固定头尾的夹板。大家没事做的话，记得多多练习，怎样丢才会又快又准。好嘞，前面做了那么多准备，总算要来开始搭建菜瓜棚啦。一般我都是在上面才开始定头尾的夹板，这样才不会让夹板凸出太多，受在梁上面试坐或是走动，脚会撞来撞去，反而更危险哦。然后定夹板的时候，不要把钉子打死，记得留头。铺板的师傅或是自己在拆除夹板的时候，快一些也方便一点。这边很多人都不确定北美山要出去多少，我给个建议，距离差不多就是一个铁锤，最多最多就50公分，不然铺板之后会踩起来软软的。赶快笔记啊！这边要开始装下面的配备，也是最多出来50公分。然后彼此的间距尽量维持在90公分，有些天花板搭配柱子以及梁产生的间距也会有所不同，毕竟这次试坐上是四四方方的，所以直接等距去平分90公分就行了。那最大的范围我看过，因为柱子的关系导致间距115公分宽，最后灌浆完虽然没事，但最后想想还是建议高于100公分的间距多补一路会比较安心啦。高哦，其实工地现场会比较凌乱，又是钢筋又是水管的，所以通常主意好配备时就会把它立起来摆好。如果你也想成为下一位爆红创作者，请打开下方资讯栏连结，一起来投稿吧。让塔楼能再空旷一点，也要按照现场的状况来统一，左边先来还是右边先来吊打。有时候高度是高于下面的师傅举起来的高度，就要搭配一个歪，以及上面师傅弯下腰用铁锤来接的动作。通常歪的制作都是就地取材，也可以用铁身的套筒，或是6公分的脚材搭配夹板制作起来。一个配备定好，要先在接嘴以及头尾撑上铁身，防止它坠落砸到下面的师傅。正确来说，应该要保持头中尾都有铁身撑着，在上面的北美山绕上去之前，必须上面都保持铁身，所以必须有铁身之后才能完全放掉。重复以上的动作，顺顺的都施做完，每一步都要小心，一个粗心不是上面的掉下去，就是会砸到下面的师傅。鼻子建议都打2寸，必要的话也是能直接定3寸两寸哦。整体上施做完下面的配备长这样。那完成上一步步骤后，就要先来抓中间部分的水平，为了是先让铺板的时候不要高高低低而不好铺板，所以会放一根直一点的巴比亚，暂时用肉眼来抓差不多齐的高度，那个脚的高低就是看甲板的倾斜度来调整，中间部分以挂墙后的高度来调整。好，再来，再来，好，看不清楚吗？那拍个小鲜肉来增加一下女性粉丝好了。看铁身的使用方式，要看它。最后的动作就是把巴比亚分配好，通常间隔就抓182公分，里面要有3只，拍起来可是很疗愈的。好了，这边巴比亚都铺好了，然后
剩下就是铺板了。那铺板的话，之前就有教学，大家可以参考一下这支影片，在右上角。然后这边的话，菜瓜棚就教学完毕了。那我们下一见，大家拜拜。几点几分？蓝色，几时出来？二胜，来人，往里跳，上。